这样，然后，尖、哇、啊，啊，不对，嗨，大家好，我是我爸，我是啾啾。今天呢，我们要来干嘛呢？就是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摘橘子，有来体验台湾的果园。你看这小朋友，哎，走吧，我们要来采一波了，很开心吗？这营业时间其实蛮长的，这是售票处。哦哟，从哪？这有防蚊液。这有果园，嗯，很赞的。然后现在我们来的这里是拍照区，大家都在拍网美照，很奇特。这有超多可以拍网美照的地方，完全不适合我。还是我们来拍一下。来了吧？느낌이어떠신가요？너무좋습니다。너무좋다고？재밌진않네요。재밌진않아？왜사진만찍으러온대여기무슨？然后这位小朋友要当网美了，拍网美照，小朋友。哎呀，然后这里的果树都不能摘，它都是拍照用的。아树都很矮，真的快不行了。照片。남은지금우리가남은지금끊어질것같은데설마50밖에안되는데나80넘데내가먼저해볼게오케이오케이오케이하나둘셋오잘나온다오我们已经拍照拍半个小时了，你的心得如何？啊，你觉得拍照拍的好看吗？啊，我觉得蛮好看的，蛮好看的。有可能是 iPhone 啊，iPhone 的关系。홍보대사야홍보대사말이돼이게아니사진찍는데따로있고뽑는데따로있고아신기합니다자这是来摘橘子然后这里有小朋友已经在摘了已经哎呀厉害哦很厉害哦哎哎哎要放这里呢哎蚊子蚊子蚊子在吃我了哎吓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上面有很多橘子从来没有摘过橘子好现在手上有一个剪刀可以剪摘一波了吧看起来都有点坏坏的呢뭔가좋은게없어很多那种坏坏的真的挑不到好的不过不错这里还有这是什么东西抓蚊子的吗好可怕然后这里树都特别矮好像是给小朋友弄的太矮了太矮了不行了再给大家看吧来了剪得很好耶那一颗叶子很漂亮他说你在选媳妇吗这难选的你们两个感觉要有人帮忙来我们来这里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你拿起手机来假装拍一张像拍照他就不剪了真的是很棒的方法多了朱小妹摘最后一颗吗这边超多那种被遗留下来的橘子然后我们也摘超多小朋友摘这些厉害了厉害了很适合当呢好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称橘子你其实摘蛮多的直接放进去就好吗哇装起来哇摘很多呢196这采的橘子可以用门票折抵蛮厉害的这样有花到门票了就其实还好我们现在已经采完橘子了开心吗开心多开心99花开心了你觉得呢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值得来一次啦值得来一次但不值得来两次好玩是好玩啦可以拍到很多网美照对想要拍网美照的人一定要来这里没错但不一定要摘橘子那你知道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吗我们要去对没错就是要去摘草莓那我们就出发了来我们现在已经到来了哪里摘草莓今天蛮多超多人呢那边超多人呢怎么这么多草莓超多耶其实我有在韩国摘过草莓但是好像跟这边不太一样耶有一些棚子装好哦温室那种感觉然后那边的草莓都可以直接摘来吃就不用洗一洗都直接吃起来就好了超爽然后韩国好像有入场费台币500然后可以吃到饱但这边好像不行有差、啊、这是葱吗有点像啊在葱吗还是不是好像是呢到底为什么摘草莓会有葱呢来摘草莓摘草莓哎呀小朋友很会摘呢韩国人摘草莓哎、哦、这看起来很好嘞这很好吃要摘哪边啊我不知道应该后面吧好吧哦哎呦来哦就拍一下烂掉了烂掉了哇完蛋了GG草莓会烂掉的原因好像是因为有人用手摸就比较容易那个烂掉所以我之前在韩国的时候他们说你摸了就要拿下来不能碰所以那边很少烂掉都很新鲜都会直接吃超大哎这边可惜了呢哎呀有一点呢来这边是干净的哎呀哎呀好好好了解了解这里一直都是草莓养太多了吧无敌多草莓啊就是要这种红红的才好吃你看哇、哦、这看起来超好的、啊、你看嗯超好韩国摘草莓是用两个手指然后这样拿着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像这个就要这样然后这样子哎、欸、
就可以这样子拿起来，再大概是这样了，就这颗了，大家有看到了哈，要这样子，这样子就可以拿下来，对，很完整的。哎呀，好完美哈，好像也蛮有趣的。Oh my god！ 差的 ，OK OK， 那里有大的大的，然后 OK OK， 这个其实用剪刀也是蛮不错的，然后尽量不要用手碰到。哇，你不是从夏威夷来的吗？哎，没错，我是夏威夷来的，这是我夏威夷果园。不要讲干话了，走。都小小的，没有大颗的。尚润，哎，跳西部吗？跳西部 again。差不多了。啊！啊！小心小心，叔叔的车！啊！啊！啊，差点我的手指就被断了。来，说吧，我们来拍一个 DF。啊，好像有点累了，今天上路很认真在那个。这是吃到饱，台湾也有吃到饱吗？好好，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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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谢谢谢谢。你洗衣你吃不完，那边有袋子，就站在车上，在这边吃。好啊好啊，谢谢谢谢。那边有了。台湾人都很热心，我靠，给超多，超级多，这根本吃不完吧？来，我们要来洗了。这是老板送的草莓。没错，超多。我们现在试吃时间，来吃吃看，阿姨送的。还蛮好吃的，无敌甜哦，多甜，到底多甜？很甜吗？五分甜，还是有点小小酸的。我记得红的比较甜的，但不一定。也蛮简单，刚阿姨说那边的小小的那一盘都是吃到饱，但又不好意思吃太多。那还不错吃啦，不是说太好吃，也不是说太甜。我们都快吃完了，然后我们刚刚采的超多，我们给思密达。너무맛있어요来给大家看一下。嘟嘟嘟嘟嘟근데생각보다그렇게달진않아어이건싼다당도는한국이이긴다진짜그래서대만이연유랑먹나봐안다니까그렇게안다니까그렇네그렇네한국은연유랑먹은적이나없어없지我们来总结一下好了韩国人第一次体验台湾的摘草莓的感想如何呢아저지금준비안됐어요준비가안됐어요저나중에할래요아니아니한국은비닐하우스있잖아여기는없고아재밌었어그냥재밌었어이런이런체험할수있는배가있어서너무좋았다너무좋았다오케이오케이대만최고다대만최고다然后大概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一去的时候发现人蛮多的，然后摘一摘摘一摘，天气就变热了，超热。然后我们还有去摘柳橙，感觉都是在拍照啦，感觉没什么特别的。橘子不是柳橙，听说还有番茄，我们没有去到，但是之后感觉有空可以去看看，因为今天太累了，就马上回来了。大概就是这样，韩国人初次体验摘草莓还有摘橘子。很棒很棒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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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